PS5 和 PS4 上有哪些又有名又好玩的游戏，在别的平台上玩不到，以前的独占也算。这是给新接触游戏机的同学准备的。首先第一个要推荐的，那就是宇宙机器人，这是必玩的作品，特别好玩，小朋友大朋友都喜欢的游戏，而且还是免费的， PS5 真独占，估计以后也上不了 PC。 剩下还有二十几款作品，排名不分先后。最后生还者，又叫美国末日，一代的 PS4 重制版，在一档会员里面有，一代还有一个 PS5 版即将发售，二代只有 PS4 版，在 PS5 上可以实现 4K 60帧为目标，二代目前需要单独购买，史低120多块钱人民币数字版。同样 OneBigo 开发的还有神秘海域一二三代的合集，这是 PS4 版，在三档会员里面有，四代在二档会员里面有，也是个 PS4 版，在 PS5 上是 4K 30帧。还有一座叫失落的遗产，这个二档会员库里面也有，也是 4K 30帧。四代和失落的遗产这两部有一个合集，它是 PS5 版的，可以达到 4K 60帧，这个要单独购买。下面是战神三代，这是个 PS3 的作品，在 PS4 上重置，在三档会员可玩。战神四在一档会员可玩，战神五即将发布，需要单独购买。下面是底特律变人，这个游戏在一档会员里面有，它是 PS4 版，在 PS5 上玩是 4K 30帧。同一个工作室开发的还有超凡双生和暴雨，这两个是 PS3 的游戏，在 PS4 上做了重置， PS5 仍然可以玩，在三档会员里。下面是地平线一代，叫黎明曙光，在二档会员里面可以玩， PS5 是 4K 60帧。二代叫西部禁域，这是今年的新游戏，需要单独购买。下面是漫威蜘蛛侠，第一代红蜘蛛，第二代黑蜘蛛，这两部游戏在二档会员里面免费玩。下面是对马岛之魂导演剪辑版， PS5 版，在二档会员里面可以玩。死亡搁浅导演剪辑版也是 PS5 版，在二档会员可玩。下面这是猫，中文叫迷失，在二档会员可玩。还有往日不在，二档会员可玩。旺达与巨像，这是一个 PS2 版的游戏，在 PS4 上做了重置，二档会员可玩。还有纳克大冒险，这也是个老游戏了，二档会员可玩。最终幻想7重置版，这算是一个新游戏，二档会员可玩， PS5 是 4K 60帧。下一个血缘诅咒，这是一个魂类的游戏，类似于老头环，它是 PS4 版，在 PS5 上是 1080p 30帧，你没听错。再下一个叫直到黎明，这也是 PS4 版，血缘诅咒和直到黎明在一档会员里面都可以玩到。下面是啪嗒碰乐克乐克，这两个是小游戏，在三档会员里，之前是 PSP 掌机的游戏，在 PS4 上做了重置，画面很好，适合小朋友们玩。下面是 GT 赛车7，这是今年的大作赛车游戏，需要单独购买，价格不便宜。再下面是麻布仔大冒险，最多支持四人玩，四人同屏，也可以本地两人玩，共用一个屏幕。再下面是恶魔之魂重置版，这是 PS5 版，曾经是 PS3 的游戏，在 PS5 刚发布的时候算是护航作品，也是魂类的游戏。下面是死亡回归，还有瑞奇与叮当时空的跳转，死亡回归在二档会员里，瑞奇与叮当需要单独购买。以上就是我找的这么多，算是抛砖引玉，欢迎大家补充。最后再补充一条，双人成行是全平台游戏，在电脑和 Xbox 上也可以玩。另外，双人成行并没有在 PS 任何会员库里。好，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希望能帮到你。欢迎关注小白的宝箱，我们下次见。